刚刚拿到我这个进入国会大厦的许可啊，是明天早上8:30。我身后那就是 reservation office 啊，就是预定的网站，预定的那个办公室。哎，看到吗？人还很多。正常的话，你可以在网上直接预定它，然后大概是提前1星期就行。但是如果你想明天就去的话呢，只能在这儿订。出示你的护照 passport 或者是你的这个 ID card。那么我护照没带，只带了 ID card， 也可以预定。明天早上8:30我就过来了。那个刚才那个位置啊，那个有个女孩，还是个中国人。他那里面有两个人啊，就是门口两个服务的，两个女孩，一个是哪个地方看不出来，另一个是中国人，因为他那个牌上写的他姓西哈，我这一下就看暴露了他，暴露了他。然后里面那两个人呢，有一个好像也是中国人，好像也是中国人，因为那个他问我你的那个 first name 是什么，我说关呢，我当时反应错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说什么 ？What？ 啊，我这是佩文，然后他才 OK， 所以他也能看懂我的那个姓氏和名儿。所以他应该是中国人，但是跟那给我转英文，也可能他不太会说中文啊，这也有可能。但是，看起来蛮有意思的。我现在过去再看一下。